吃完没，废物？吃完了。快点，我受不了了。这些太可怕了，你妈个逼！我第一次他妈开直播，啊，又叫大师了，你看，又他妈一二三四五连败，再加这个账号六连败。我有史以来开直播他妈第一次输这么多的，真的是流泪流眸啊！吃饭，兄弟，有谁没吃晚餐的？不是那个宵夜的，各位想不想吃啊？这个是一个牛排，嗯，不得了，嗯。石像真他妈丑，有谁吃东西是好帅啊？妈的，吃东西是人类最一个放松的阶段。如果你连吃东西都要保持着你这么帅的外表的话，其实是一个不太享受的一件事情，好不好？哎，又排到这些人了，那个 P 五，走啦，来啊！老子他妈分多了，这个废物，那全家废物来的。还不是没人的，怎么排来排去都是这畜生啊，干你老师欸。跳，为什么要跳？我们前 HKE 的选手坚持着，有输过没怕过。你看对面又是个看台狗，直接变牙叔的废物。对面五个都是废物。到底吧。我们要不要把那个这个船长送下去啊？他到底是谁啊？他做了什么事让你这么……他就是一个废物啊！好像好几遍没打人了。没事。恍如隔世。现在胜负对我来讲已经是不重要了，而且你拿了塔利亚这个角色，我都知道这把稳了。走！别！对面看台，对面看台，对面卡利斯是看台狗。是啊。嗯。我们的一举一动已经被对面观察一类了，我们现在是没有任何作用。哎，关。OK。哎，对面那五个飞，我会偷你们蓝哦。你等下各种角度把他蓝勾出来。好，最好是残血勾，逼他的重击都爽。嗯，我现在正式跟对面五个废物讲，我要偷你的蓝 buff， 你们顾好哦。哇！哇！对面五个不是废物，抱歉，我的错。他没有蓝开，他连蓝都不开，他妈怎么开我蓝的？这么出身的吗？牛逼啊！对面这种观念，我给你满分。觉得花轮今天很生气，不要生七十七惹。感谢你的抖泪，没有，我今天没有生气，我今天只是比较一个看透世界的一个感觉。原来世界上是这么多畜生废物的，我一直以为世界上是很美好的。视讯大一点。下路开干！下路，巴里巴里！有种撞到！哇哇，他干嘛交闪啊？这桶子，头撞到吧？他没闪。神低能，这个这个桶子有点神经紧张了。不要中路好像有机会啊，哥。我刚刚干他没闪。我可以直接随他。对啊，你闪对都不放，闪就闪对。拜。牛掰啊，顶哥！哎，到我这，到我这。我。废物。搞我！伊泽瑞尔啊！还想搞我啊，伊泽瑞尔？我，哈哈，哇！哎，这一招挡小地图对面立马那个啊，你旋那个圆形逼漏啊，这全废物。
我啊！我再扛最后一下啊！扛不住了，扛下去！买歌标，买歌标，你们就选死冬瓜、死冬瓜、大西瓜。哇，你怎么赢他三级啊，哥？啊，基本的啦，哪一把赢没有赢在三级？小瓜。欸、他没一，他没一，直接去。我知道他什么，居然没兵。他应该还要七八秒。这个宏伟，舒虎啦！对他，他想搞事。哎，这边，走到口，哎，多少？舒虎啦！废物！哎，一挡个小地图，对面那个不知道是谁了，就是那个了，变成个废物了，直接被压三级，不知道怎么。哎，关台随便玩都赢三等，爆点真的。开台随便都被蹲。那些哎，那些人只能靠着我们这些人去上分了。我没有说谁哦，不要对号入座哦。到处打药啊！我又怕他妈，你又说我故意围你这根眼睛。我会在意那十块二十块的人吗？肯定会的。哎、欸，我有点远。呜啦！屌不屌？哎、欸，炸！哇！啊！啊！你血！哥哥，可以的，哥哥。哇，这剑干嘛？哎、欸，这个剑。哇！我刚刚那个沉默勾一折，再一敲飞点燃，我觉得整体都很那个 skill。看他是有没有机会啊？有观众。耀眼了，要被看了！来，去！防小。这么大只是干嘛啦？啊，防小。想瞄我？啊！这么想干嘛啦？废物！垃圾！丢了毛！你怎么不高兴？想闹我这臭逼！这波没话说吧？没话说这波。六都转播的时候也没话说了。对对对，我不会再嘴炮你什么开场什么一比零什么的，没东西。你这一波操作我见识了，你是北八天最他妈厉害的一个，其他队友都是混的。屌不屌这波吹捧？倒也不用说的这么久。哇，快跑回去！哎、啊欸，求你闪现！没牙叔都蛮开送的。22。哎、欸，我早知道啊！哇，哇操，太神了！没事，我帮你验证一下这边河道有没有眼睛。哇！河道一片空白，他居然可以 Q 中你，好他妈强啊！哇，这高手台服一堆一堆隐藏高手，高端一堆算命的。啊！没中，中了他死。你说有眼？有眼？为什么他知道我们说他那个、啊？为什么这个？为什么这个一泽会说有眼啊？这什么东西？哇！不打自招哦，我的天啊！OK， 我知道有眼，可以。哇，台服人真的是人才太多了吧？这种低能儿，为什么没有把他射在墙那个墙上、啊？他妈跟那个不会画画一样。不好、啊，我是不会画画的。他向我保证，他一定没看台，道歉。哇操，好扯啊！这些人我什么都没讲，他们都说有眼呢、欸。过来了啦，有眼，有眼还是回去你妈的肚子啊，有眼！哇！哇 ！QQ 币啊！哇！我操了！哇，这个桶神！我被强杀了！这个桶神 ，QQ 币啊！这个船长这把也那个来争气的，他这把没有在送哎，106。我说你误会了，
家了。没有啊，他都跟我同队玩了两把热水滴哎，我怎么误会他？哈哈哈哈！哇！唔想到，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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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可以啊，扁他！哎呀，被扁到了。厉害啊，牛四哥！八龙找一下。哎，八龙没事耶，他们是不是很肯定我们吃的时候他会知道的？对，对对对，他们绝对没有在看。嗯，他们有眼，他们八龙一定有眼。有没有？我插了一个红眼，有看到很多人在八龙，我已经看出了，有两个。要开车。哎，一直在开车。你开错了。那不能放弹，我就打死了。还抓到放弹了。来啊！大哥，老板啊！哎，我们电话没通。干这个沉默，过来，废物！拿不到。你在暴打啊！我去抓水了。我不是啊，这个酒桶。闪现出来吗？酒桶。哦。我去抓水了啊！别打。超技能。再往上扫啊！我来，冷静，救不了，救不了，救不了！啊、你们这两个人调皮呀、啊，兄弟！好像拉错人了，我操！刚刚那个科亚斯才三个，然后球里卷三个，超爽哎、欸，兄弟！这边打野061，他妈要赢了！不可能，这他妈他能赢的话，我从此砍掉英雄联盟。你我没有逼你讲。Nah，I promise。勾到。欸、这酒桶好肉哎、欸，他出 AP 装上他超肉了。哎、欸，这个台是开掉了。哦，还敢走啊，周家驹！哎，一层。我打。啊！他妈，你们刚才吃掉我了。没事，杀他全家，出他！哇，刚刚神勾一指，居然没有人把他瞬间秒杀。响焰1000滴。你这下路打起来了啦！呜！来了啦！哎、欸，关掉！杀他，死港仔！他这么冲啊！不需要我。哇！喂！我来追他，我处理。雷神，妈的废物嘛，直接偷看。哎、欸，知道，你看，真的是个废物啊！我全力输出，你藏好，干 ，so easy， 只要把地图盖着，那些人就有一个四字成语就可以形容，玄原形毕露。嗯，是那样念吧？没有念错吧？哎，没想到要拿辅助才拿守身，真的是很累。哎，这些人真的是不配玩这游戏啊！贼他妈坑，是真的吗？真他妈坑！抱歉啊，花轮前两场故意搓你。你觉得道歉有用吗？啊？
你觉得这样出六颗水滴道歉有用吗？啊！你妈的嘞！哇，这个一泽真的是世界级，有眼！哇，弹性积分1100分，原来是个麻子狗，真的是弹性都垃圾。哎，继续打吧，多打一点弹性啊！嗯，希望以后那个职业赛场上可以看到你啊，真的是。没有，有眼有眼，我都没讲什么，你都说有眼，真的是夸张。